LOL 起风的秘籍不会玩，原来他适合这类英雄，一波团换四个技能。 LOL 起风的秘籍不会玩，原来他适合这类英雄，一波团换四个技能。起风重做之后，很多玩家都不了解新版本起风的使用，只知道他能够在线上随时兑换召唤师技能了，但是对于具体数据却是一问三不知。而起风符文也拥有新的妙用，在后期团战中能够让你连续使用四个召唤师技能，点燃虚弱闪现加治疗，可以说是想保护不好后排都难。起风15秒四个技能，首先我们来熟悉一下新版本起风，简要意思就是6分钟开始你可以更换召唤师技能，随后每4分钟可以更换一次，你必须重置3次以上才能选择第一个召唤师技能。你所替换的召唤师技能将永久降低15秒的冷却时间。那么如何连续使用4次召唤师技能呢？首先我们需要开始进行第一次召唤师技能的重置，这里我们随意兑换，选择兑换一下惩戒，实战中根据情况做决定。兑换之后我们发现下一次起风已经在 CD 中了，也就是说如果你不替换，那么你的起风会一直不进入 CD， 但是换了技能哪怕你不试用也可以让起风读条。紧接着我们等了4分钟，途中没有使用过惩戒，在现在我们第二次更换召唤师技能的机会也已经到来，不过我们不要直接更换，首先我们使用掉惩戒，紧接着等待几秒钟的时间，让自己携带的召唤师技能进入到能够适用的状态上。这里我们带的是点燃，所以直接将点燃释放给炸弹人，然后进入脱战状态后，我们又可以立刻更换召唤师技能，搭配上闪现，在一波团战里面只需要等待一次脱战效果，就能够很好的使用四个召唤师技能了，这对于中后期团战的帮助可以说是十分出色。幻灵落落在符文上面选择起风，搭配上神奇之鞋、未来市场和星界洞悉，复习选择骸骨和生命源泉，让它对线更加占据优势。出装搭配上面选择 AP 工资装，搭配上饥渴的聚合，紧接着选择救赎来提升自己的团战能力。牛头酋长阿丽斯塔，牛头的符文上面首先选择起风的秘籍，紧接着选择海克斯闪现，让牛头的位移能力更加出色，更容易抓到对线器的机会。海克斯闪现搭配坚定符文，能够让自己的抗性更高，从而在贴近时候减少控制时间。出装上面首先选择圣物工资装，紧接着选择军团和救赎来帮助你提供团队的保护能力。时光守护者姬兰，符文上面选择神奇之鞋饼干来确保自己对线期蓝量，
法力游戏带让时光技能，命中之后拥有不错的蓝量提升，是游戏中期性价比较高的符文。尽管辅助经济比较差，但是对于需要频繁使用技能的时光来说，大天使是最好的选择。沙漏能够很好的让时光进行自我保护，从而让大招的使用更加灵活。弗雷尔卓德之心，布隆。符文上面选择行进速率来让自己 Q 中之后能够更好的进行跟进，从而打出自己的被动效果。复系选择骸骨和坚定，让自己在对线期换血状态下更加稳定。出装上面选择饥渴的聚合与救赎，这两个装备搭配上虽然生命值不是很高，但是拥有不错的 CD 和团队加成，能让布隆更好的保护后台英雄。灵活运用起风的秘籍，无论是辅助还是其他位置都能够很好的 carry 灵活使用。